早起来虫儿有鸟吃。大家好，我是马飘飘。今早呢，我带你们来捡今年的第一波菌子哈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嘿，白葱啊，这是蔡总发现的。嗯，那我就故意把眼嘛，蔡总拿给我挖，说朋友们看一下，哇，只冒出个头头，这白葱红葱不好捡啊，太隐蔽了。胖根子那一小坨，可以，是个好小朋友们，盖起来，喏。这大货大货，哇塞，好板啥？看一下，三个的，这还一个，好板啥？这白葱太难找了。你睡的了。那这还一个的。阿伯，我敲醒了，哎，哦，老天爷，你的就是真正拿花来干啊，哥。哦，花来拿进来。咱再找给你俩你们。哟。哦，可以嘞，可以，厉害嘞，再接再厉，哥。祝你饱了。蓝莓日间的礼物我都不会领。上货上货，哇塞，红葱一朵，开盘了吗？很不好拿。哦呦呦，哇，好香！可以嘞，想不到还能捡到一朵。哇塞！啊，红葱一个，朋友们，哇，这个好肥。胖嘟嘟的，太板着了。朋友们看一下，你们知道这是啥吗？这个叫嘎巴雀，这个还是贵呢。哦，好嫩哦。然后拿那个剪刀来割就实在了。我这么一把，这玩意就是有点难清理，香倒是很香的，可以。嘿嘿嘿，铁铁们看一下哈，啊，四朵红葱，哎呦，都是要回家了，这是下坡菌了，啊，相当的板着，有玩大了，看一下。呵呵，有树根根不好敲。哇，太香了！红葱红葱，就是这个味道。这还有两个。相当板着，这个要轻轻的放，不然弄花了就难敲了。哎呦，这一大坨，太实在了。弄点叶子给它保护起来，弄久了卖不到好价钱了，就这样了。已经是12:30了，现在要回去吃饭了。吃完饭。要去隔壁乡镇捡上一波，听他们说是用那个大花来，哦，那个迷来哈，背着去捡的。我就奇怪了，我们隔壁乡镇还有那边两个乡镇都出菌子了，就我们这不出，这雨也不下，我奇怪得很。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捡麻了，爽得很了。走了哈，朋友们，那我们下午再见喽，拜拜。